铺里就是类似于我们刚才的一个急性的休克和昏迷，那么早期的平躺，及时的给120拨打120等待救援，然后局部保证这个呼吸道的通畅，防止这些误吸或者是咬破这个嘴唇或者是舌头这些情况。昏厥的时候有时候他会大口的喘气啊，或者是在舌头会不小心的被咬住之后，他因为全身的这种痉挛被咬住。低血糖性昏迷或者低血糖引起的这种晕厥啊，他需要就是正常的饮食就可以，不需要过于多糖了。这是就是对于从脑供血不足这个方面的角度的预防是一样的，就是清淡饮食、规律生活、适当的体育训体育锻炼。